拿起手机看到，我只看到杨摩川这四个字，我就哭了。我刚刚怎么了？我说杨摩川四个字的讯息，他就说你先不要紧张，先别紧张，他就划开说，我念给你听，他就说。他说没有一切正常，你不用怕，医生都跟你先宣导说会有问题才传给你。医生不要怕，可是他医生真的是不会怕，算了，说杨希阳把医生写出来。李千娜听五月孕肚现身，被医生四字简讯吓到秒哭。可能都是他啦，水啊什么。对，看不出来。跟那个同意有一点不一样，年纪，就是有点偏高龄的，所以那个顾客真的很有钱，跟店铺欣赏啊。然后我一直持续投入，然后孕吐，像我现在，我一站就站一下下，我就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我要晕倒一下。所以在家大部分都是卧床，对，到现在都还是。都会到家就吃饭。那宝宝做什么贴心的事情？他每天就是无微不至，就他都会比我早起。比如说我现在11点要工作，他就会可能8点就会起床，开始准备各式各样的保养，水果一大碗，然后开始切。叫我起床是一个现在目前我做最痛苦的事，因为我一直不舒服，所以要起来真的都要一下下的时间，就没办法弄，然后马上起来这样。那这样起床都大概花多久？半小时吧。因为肚子嘛，就是你要调好一个很舒服的时间，难睡着。老公当下知道你怀孕的时候是什么情况？反应怎么样？他帮我回答了。他就是反应还没有开开。第一天照超音波什么都没有，他就哭了。现在还是有，就是上次我们去叫超音波，然后看得更清楚他的，他长得很像我，就是他可以看到那个很清楚五官，都是哭了。然后那医生跟我说，你只要收到简讯呢，就是有问题。所以我今天早上拿起手机看到，我只看到杨摩川这四个字，我就哭了。我刚说怎么了？我说杨摩川四个字的讯息，他就说你先不要紧张，先别紧张，他就划开说，我念给你听，我就说。正常。第一三先跟我讲说，看到就是表现问题，不要传简讯给我，不要怕。什么好嘞？对啊，他当然太传简讯了。真的？结果他说他不传简讯，双方就是有问题。那你就不该传给医生的错，医生的错。我看到医生在那边，他们两个有喜极而泣吗？他没办法互相有的，没事。爱哭，没有，他没有，他先哭了，他哭我，是不是有点太过于？因为我很怕，医生都跟你先宣导说会有问题才传给你。医生不要怕，可是他医生真的是不会怕，算了，说杨希阳没。我把医生写出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Jackie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们去哪里？我是小 S， 我是江南雄，是由巴上陈美凤，我是黄静莹，我是郑慕辰，我是孙敬腾，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，我是艾薇，我是兰兰，我是魏嫣，我是林真义，我是郑欣宜，我是陈君，我是陈卓一彤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冰红的话呢，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！ Merry Christmas。